名家书宝，名家指路，榜上有你，寻找最具眼光的收藏者。本栏目由名家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曾汉光，名家传媒首席鉴定师，国家级艺术品高级经纪人，高级评估鉴定师三级，名家传媒名家书宝栏目首席专家。各位藏友大家好，名家书宝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和田玉质量。和田玉呢是在我们昆仑山脉山岩中经过大自然包括地质运动和冰川运动，也包括自然灾害，比如说在年代久远板块的挤压，地球的板块挤压，地震、雪崩这些自然灾害，他就把这些东西原来是在海拔3500以上的那山上滚落到我们和田的这个水里面，就河里面，是这样，从山上滚落下来，它是经过滚动的时候，裂碎，有的是大块，有的是小块，甚至还小的，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小质量，这是一冲的，包括那个碎的，经过雨水斜的融化，冰雪的融化。冲到这个河流里面的，然后要经过千万年在水里面不断冲刷，才会产生这种水形的，大小不一，形状不同，这种水形的这种质量，这我们就称它这叫质量。质量从它的玉的质地、温韵和细腻，包括颜色，还有皮舌，它都是很多的，你比如说，我们玉，它要从我们总结的这个经验，为什么历朝历代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崇尚玉，它有一个古人总结的五德之术，为什么五仁，还有义、礼、乐、忠，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五德因为这个玉它是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我们中华民族包括我们的古人到现在，我们现在的普通老百姓大家都对玉的钟爱，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然后从它的玉的皮色上面来分，你像这样的这个东西是天然留下来的，它这个的皮一定是我们说的质料。它为什么呢？皮是我们天然在河床里面冲刷产生这种效果。皮还分很多种，有皮的是比较名贵的品种，比如说枣红，有那个颜色像我们吃的大枣一样，枣红皮，还有油烟的这种特征的，我们称它叫油烟皮，还有黄红相间的，那我们就叫秋梨皮，就我们秋天吃的栗子。还有黄皮，
黄皮，好的黄皮我们叫黄金黄，黄金皮。还有那个皮比黄，比那种大黄的浅一点的，我们称它叫洒金皮。还有同样一个原始玉料的皮上面，它有几种颜色，有两三种，那个就叫虎皮，就像虎的皮的颜色一样。所以玉如果达到了质量，一定是是吧？是在河床里面经过千万年，甚至千万万年都要存在。和田玉紫料串是山上的玉石，经过自然的侵蚀崩落后，自然滚动掉进新疆玉龙喀什河的河流中，经过流水的长期冲刷剥蚀和水中的自然滚动磨砺，去粗取精，留下料质最细腻致密的部分。这件108将和田玉紫料串为天然软石形状，表面光滑圆润带皮色，每个籽料都随行雕成108将的脸谱，自然拙朴，皮色多姿，值得收藏。它这个我们一般的来说染玉，我是主要是介绍籽料，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籽料。然后还有一种是山料，它分三种，山料、山流水料、籽料。重点，因为这个我今天跟大家讲解的就是籽料，所以要简单的要把山料和山流水料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大家才知道哦，山料的特征、山流水的特征和籽料的特征，是吧？因为山料呢，就是在3500那个昆仑山的3500以上的海拔高度，它是滚落下来以后，是吧？没有经过很长时间，我们说的起码都是千万年，没有经过很长时间在水里面冲刷，这个就叫山料。山料的说简单的，山料它就是有棱有角，它是崩下来自然形成的，它就是上面是吧，很坚硬，很坚硬，很锋利。这个籽料呢，它就是没有棱没有角了，就是这么一小，它也是上面带的，是吧？带的有皮，而且它的特征是很油润，就像一种光泽感，它不是一种玻璃光感，它是内敛的，从这个玉的里面出来的那种油润感，是吧？这个就是籽料。然后山流水料呢，它就是什么呢？就是从昆仑山上滚落下来以后，是吧？经过万年也好，它这个棱角锋利的部分已经都被大自然，就比如说在水里面长期冲刷，就把这个衬透啊，就把里面的外面的那棱角它都磨圆了一点，但是还没有达到质量，是吧？所以我们就简单的称它叫山流水料，是吧？所以山流水料和山料，你要从收藏级别，从经济价值，它都远远是吧落伍在我们的质量后面，是吧？然后还有一个是吧，也最好是吧，它这是因为什么呢？它是和田玉的质量和山料，它是自然的侵蚀，是吧？它是碎了以后，大小不一，碎了以后是在河床，是吧？玉龙喀什河的那个河流当中，它是不停的在里面冲刷，冲刷你比如说它是碰到
是吧？汛期水大、水急、水流的情况下，它冲刷的厉害。那到了冬天，那秋天它就没有水，河床都干了，干了。你看每一年这么多年，是吧？一两千年，不停的在这个喀什河里面不停的在挖，不停的在找里面的大量和包括这个小的质量，年复一年，只要是没水的，是所有的。在全国各地的，这是爱好玉、爱玉、藏玉的这些，这些我们说的藏友，都在那去淘宝。你看，你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就在不停的在那在里面挖。你看，有的有钱的老板，他是雇佣挖土机、挖掘机在里面挖。你看，所以他这个质量为什么到现在他越来越少？它这个是不可再生的，原来就那么多，那个矿没了就没了，它不像我们这还可以生产，这个是天然形成的，你看，所以和年月玉的质量的特点，它一般来说它是比较小，而且从它的形状看，它一定是锤形的鹅卵，这么大的话，它是圆圆的、长长的。是吧？整个六面前后左右上下，它都是圆的。它我们简单的称它就是，是吧？就是卵石形那种形状，它就不像一个山峰一样的那种有棱有角的。所以从这个外表可以把它观察，然后从它的表面也可以分析，你看。它光滑圆润，你看，然后迎着自然光看，里面很致密，你看，它不像那个松的山料，它有絮状纹，是吧？有线纹，这个要用放大镜去观察，它里面很小的、细的一点点的，我们称它是米粒状，就可以达到质量。和里面的质量，是吧？所以我们在把这个观察了以后，就很好就去判断，是吧？我们养殖玉，是吧？这个就还没有达到，再比这个还要细密一点，是吧？游泳馆更好一点，它就可以达到养殖玉，是吧？所以养殖玉是在玉的级别里面是最高的，是吧？养殖玉第一，和田白玉、一级白第二，是吧？再然后就是我们说的一般的白玉，白玉里面从颜色分，它要分成很多，是吧？白玉、红玉、黄玉，是吧？碧玉、墨玉，是吧？从颜色去分。所以一个它的一个收藏有这么多，是吧？我数了一下，就是这个它就是我数了一下是108颗，而且藏家把这个108家水谷里面，是吧？各种不行的不同的这种108家的造型，是吧？花重金去雕琢它，是吧？留作纪念，这个是很不错的，是吧？你因为远处看的差不多，实际上每一个108家每一个人物的表现形式，是吧？它都不一样，都体现在这一串里面，是吧？108家，是吧？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是吧？和田质量。这一套藏品，那108件，那是值得，是吧？我们这些喜玉、藏玉、玩玉的，是吧？这些玩家是他们的钟爱之物，也值得藏家收藏。谢谢大家。本栏目由名家传媒荣誉出品。
财富热线400-101-4797。